看来这一切并没有那么容易面对。如果答案没有变得更清晰，那么所有的付出还有什么意义？代价就是代价，即使它没能换回期望的东西，即使你并不甘心，你依然这么认为。 即便在见证了这一切以后，目的并不能为手段辩护，但结果可以。如果是我们错了呢？前路未明，错与对便无从谈起。 一个希望，哪怕是最黑暗的希望。 博士，欢迎回来。